你发什么发？不是啊，你们是不是黄线？民警去里违停，想不到女子一秒暴走，朝远景匹配给我狂呛没完。大声叫！你再大声叫一点！喂、小声跟你说话。破口狂飙骂，甚至越呛越难听，警民冲突一触即发。来，你再继续呛都没有关系，你叫红线违停，我们请你离开有什么错？你是不是红线违停？你还刚刚骂我？我们都听到了，火爆对峙，怎么回事？原来六号下午一点多，远警巡逻行经三峡国际二街时，看到轿车在餐厅门口红线违停，上前开单，想不到驾驶的周姓妻子瞬间失控，口出秽言，还继续追上前敲窗户跟警方开战。我没有在你面前骂，你就是在我面前骂。我们警察就是都有记录，你违停就是你不对。你刚刚先跟我们大小声了，有没有搞错？谁先开枪？所幸密录器全拍得一清二楚。周姓女子事后投诉执勤员警态度不佳，警方这次挺自家人。经检视员警执勤密录器，还原案发过程，员警开单驱离均依规定办理，全力支持员警执法。用餐到一半被开单，好心情拍溜溜，但红线违停是事实，有时间呛虾，不如先去把罚单缴一缴。记者张佑慈、黄玉兰新北市报道。我是王一仲，新闻的产业带给我满满的使命感，不论是贴近民生的议题或是国际的话题，我都能够精确真实传达最完整的资讯给各位观众。当然，更多的新闻请锁定中视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哦。